Hello， 各位，这里是音乐猛开汤，我是小凡。前段时间才刚看过宁波的高中生们用侠客版的《刀剑如梦》征服了全国的网友，其他高校的同学们也在编排舞蹈时不再是进行简单的流行舞翻跳，而是越来越重视其中的意义和内涵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如今的孩子们舞蹈创意有多牛。最近广西财经学院同学们的这段舞蹈突然在网上火了起来，不是说同学们的舞蹈动作跳得有多么的出神入化，而是这创意真是第一次见。不但对传统封建迷信的配阴婚习俗进行了抨击，而且大胆地用街舞的形式来诠释，更难得的是能在学校的舞台上表演，也一定得到了老师的认可。不得不说，这种创新真的太赞了。不仅是在舞台上的才艺这么受人瞩目，如今连课间操也被玩出了花。不但有甘肃酒泉市敦煌中学的这种壁画式课间操，更有内蒙古包头市蒙古族的同学们民族风课间操。如今连藏族的同学们也在课间操方面跳出了自己的地方特色，真心觉得这样充满生气的课间操才是同学们想要的呀。不止大孩子们这么有创意，现在小学生的路子也非常野。在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的运动会上，这28个从2、3、4年级被选出来的孩子们也把武术、戏曲、街舞的元素都融合得很到位。节目的最后，一起来看一下还有哪些同学们在运动会上放飞自我的瞬间吧。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